哎，潇潇，哎，这边。哎，潇潇，这边来，坐。哎，我叫的啊。你们好。好久不见，最近怎么样？挺好的。给你介绍一下，我们篮球队教练李潇潇。你好，我叫李潇潇。你好，我叫陆正。一个有夫之妇。哦，你好。不是什么重要信息就不要说。其实我们之前见过，在派出所。哦，我说怎么那么眼熟呢？上次的事就怪易涵。哎，好久不见了吧？嗯，好久不见。喂，人家跟你说话呢。你们先吃，我走了。雨涵，雨涵，雨涵，你这也太突然了吧？那你叫他过来不突然吗？下次别这样。喂。